英雄，心碎的。翠花，几关肃静，为何称呼我为肃静？你是何人？我正是渺骗的道理。三叔兄四女正是，来此目的是什么？今日来到此地，有一件大事，望苏城的道上讲。苏兄，这些东北少年今天为是指点一次我来到此地，叫我需要给道帮忙。啊，你真牛，骨神的，怕是个红军给我搞得跑。苏青，苏孙呐，你现在苏青官，现在在云南白河岸，是不插俗事。希望讲你会做出神的事情，我无能为力。宋清，我知影，当今年已经大失败过关，希望过着清净的生活。也唔过，希望你体谅，我诚心诚意来到此地，不顾自己性命。来到白河暗所在，要找苏青，你可知影？翠花，我每夜寄望，就是我的今日生日，就是我生日，我也无想要活在这个人世间。苏青，我望你出出我招啊！苏孙。是你的叫你自己自作业，才了何上心？今天一了上瘾，是你爬山，算起来论辈分是我的师兄。在少林寺所在，伊就是一个心机真重，却功夫真好的人。你可知？你的家里为你了来护短，就连我也束手无策。如今中着一小款，弯腰连宽腿，思虑不定，哪个不晓？在少林早就闻名天下，如今就是神仙也求无命。Yeah.